二月的温哥华又迎来了一场降雪。我们今天还会帮邻居们把雪也铲了。不到十分钟，小景同学已经把三四五六号邻居的 sidewalk 也都清了。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撒盐。感觉不需要撒太多。小小半桶盐都用完了。雪打断了这个树枝，我们把它扔在一边吧。往山上走的这个小山坡就没有人铲雪了。但是这个小山坡一直以来都是小孩子们的最爱，他们会把那个小那种小雪车那种塑料板子拿出来，然后从山上往下滑，特别好玩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晴朗的雪天。今天其实一点都不冷，所以雪现在已经快化掉了，估计坚持不到明天晚上。我们现在吃早饭之前出来走一走。你没有扔直，再来一次，这个还行。走啊，小鸟的窝上面也落了雪。这个下面是 Haywood Park， 也是北温一个非常好走的公园。它的那个 trail 的路线是一圈的。嗨，一只小哥哥，嗨，你看起来好暖和呀。OK， 我们往山上走了一段，但是我的鞋已经湿了，因为不防水，所以现在我们就下山回家准备吃饭了。